姐妹们下午平安。今天信息给我们带来的真是那个喜乐平安，也给我们带来了遇见幸福的喜乐。今天我是丰收灵粮堂杨雪莉。神给我们丰收灵粮堂一个意象，就是我们通过运动来健身，通过运动能够走出去传福音。今天信息也给我们带来了姐妹需要运动，需要健康，还有需要美丽，还有遇见幸福。今天我们这个琉璃球，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新的事工，我们刚成立的也是不是很久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这几位姐妹，有的练的时间长短不一样，所以今天在表演过程中也表现的不一样，请姐妹们能够多多的原谅，多多的包容。还有我们这个琉璃球，现在在我们教会已经有办这个学习琉璃球的班，我们是每一周的星期三下午1:30到2:30。每一周的星期六早上是9:30到10:30，姐妹们、朋友们，如果你们看完以后有感动的话，可以到我们丰收灵粮堂来报名参与这个健身运动。谢谢大家。琉璃球第一节左右摆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正面老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左右转体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左右小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腿下抛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整理运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